优频道的最大献礼，也就是最大的一个超级大制作啊，为了要庆祝我们新传媒50周年的一个节目，所以呢，优频道已经很久没有在户外做宣传，也已经没有啊这样子一个啊这么大的一个节目啊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拾起对优频道综艺节目的爱心，跟我们对综艺节目的执着心。巡游先锋绝对是年度最盛大、最有深意、最有诚意，然后我们最努力的一个综艺节目。是，谢谢多多支持。哇，支持一下，记得了。现场朋友不止回家收看，还要去通知的亲朋戚友、好朋友啊，一起来观赏这个节目，帮我们宣传出去，好不好？对，什么时候起播？好，来临的星期二，9月24号晚上8点，优频。